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图是某植物生长蔓延的面积，哦，面积是 y 啊，啊跟什么呢？跟时间，哦，时间 x， 哦 x 呢单位是月啊，啊这个单位的话呢是公尺的平方，它的关系图了哈，以是它的关系哈为指数函数的关系，就面积 y。等于 c 乘以 a 的 x 方 ，x 单位是月。好，它要你求 a 跟 c 的值。首先哈，你就给它带多少呢？带零。这里没有啊，带一啊。这里它有一哦。这是零的时候的话哈，它的面积是一啊。所以的话哈，你就给它带多少呢？不过这里也没有什么呢。没有明确说这里是等于零，这里它没有写，所以呢不要带这里，就带这两个了。就当你呢一个月的时候哈，它的面积是二，就是说面积二嘛哈，一个月的时候 c 乘以 a 的一次方。好，那你带两个月的时候面积是四嘛，四的话哈等于 c 乘以多少 a 的呢平方了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一除，一除的话哈。这是二分之一等于多少呢 ？a 的多少？一减二就负一了，也就是说呢 ，a 它是等于二的。好，那 a 等于二的话那 c 等于多少？这是二的话，那 c 就等于一了，所以 c 等于一了 ，a 等于二 ，c 等于一了。